大家好，今天展示一下小米3的拆机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。这边难的，先取下卡座。上面有个两个螺丝，把它送下来。插进指甲或者塑料片，翻开。这里稍微注意一点点，翻开一下。从这个地方轻轻撬开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这就可以拔开。这个地方有两个螺丝，要把这个桌子全部扣起来。这个地方要轻轻的挑起来，不然的话可能会绊在里面。这是个天线的信号线，这个地方插进，也是需要轻轻的把它翘起来，不能够把这个折断了，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开机和音量的调节。这样主板就拆下来了。像这样的话是一个联通版或者是电信版的手机。假如是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边框的话，这是移动版的手机。接着就是取下电池，可以用撬一下，反正有时候第一次拆的话可能没那么多力气，这样就拆开了。接下来是把屏幕稍微加热一下，然后更加容易拆解。像我们的话都是放在加热台上面，假设是没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电池充加热。我的妈！